刚就有提到啊，连上面。500位 VBN Westwood 咖啡示范硬汉下午茶。诱人的甜点上出现熟悉的土星环，没错，英国服装品牌 VBN Westwood 在台北开了一家咖啡厅呢。你以为下午茶这活动女气，哎，事实上捧场的男性也不少。VBN Westwood 的死忠粉丝500就来开幕记者会站台了。好，正中间，好，可以了哈。是说500超爱维维安夫人的，每到一个城市必去店内扫货，买到这个老板娘都认得她了，写信致谢。写英文。他知道我是一个 rocker， 他很高兴在那个遥远的远东有一个很有名的摇滚巨星喜欢他的衣服。是，你见过设计师本人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有期待来的相见吗？之类的见面会。时尚动新闻，我不是那一种。他是哪一种啊？报道。